听我想说什么，重新再认识我，生活想怎么样过，别人说了我什么，他们的话总让人脆弱，胡言乱语中我慢慢挣脱，为什么麻木地寻找寄托，只是因为害怕寂寞，我想一个人走，一个人笑，一个人哭，一个人喊，一个人逃离那束缚，会把自己看得更清楚，不害怕孤独，我想一个人走，一个人笑，一个人哭，一个人喊，一个人跟自己相处，放慢脚步，抛开了感触，不要安抚，也不在乎。别人说了我什么，他们的话总让人脆弱，胡言乱语中我